太阳，我来。小太阳今麦回来啊，应该欢喜啊，还阁伤心啊？我是足惊的，因为我知影阮爸被何冰那有出头，因为啥物产品会手段。要唔过小太阳再过，那我就心虚，所以我想唔敢。好啦，别阁搞啊，别搞啦。安尼，甲小太阳惊着嘞，哦。徐阿姨，您来。我是病院董事长，我小查一下就会知影啦。只是吼，袁勇无较早甲我讲的，无我马上甲你斗相共。你莫想遐尼啊济啦，过去的代志都拢过去啊。你即摆甲身体顾好，才是上重要的，好好做治疗。太阳，我是谁？我是姨婆呢。你发烧的时候，姨婆照顾你呀、啊。是哦，哦，越来越帅了呢。想不到啊，你唔那敢认识爱家，我看你甲丽文的感情嘛袂歹。缘分啦。我的小妹啊，甲丽文哦，为着刚一个查甫人伫伤心，而且做阿兄的，当然卖跳出来到处理啊。歹势，赶紧叫药。叫你，你在家做啥？小太阳是我的外孙，我是阿公，我来看孙，这嘛是正常的，敢毋是？你这人心肝浓毒，我无欢迎你哦。无经过亲亲妈妈的同意，就把囡仔带走藏起来。那就叫做抢，我清楚。这是江丽文亲笔签名的委托书，是委托，甲小太阳阮照顾。阮丽文即摆破病，身体无好，心情无好，所以影响到伊的思考啊。搁再加上恁第一伊的耳光敏感的细人，所以才会签迄个委托书。在法律上根本就无效。真有理啊！这不是你讲的准绳啊！这些看法官的破款。你这笨手人，离囡仔较远的哦。教练，你哪会好意思啊？小太阳是我亲生后生，你当然要等在我身躯边啊。假使你有任何意见，你甲法官讲。看到时阵，法官会甲小太阳破，你也是破我。所以恁即摆错家是坚持要甲我抢小太阳的票。哎呀！就问一下哦，是又搁安怎哈？小太阳跟因爸爸阿姑隐隐做伙生活，绝对比甲你这个变态搁残忍的阿公搁较好啊！哈哈哈！我见恁娶家真正足疼惜阮小太阳的，啊，我真正足感谢恁啊！啊，不过不管恁安怎疼惜伊，小太阳还是姓江，不是姓楚。学长，教练，哎，你冲啥？教练在冲啊！